Tammy， 铁达尼号的故事大家很熟悉吧？哈、哦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好，这个铁达尼号呢，就是号称呢、啊、永不沉没的大船呐、啊。其实当年呢，就是在这里 Belfast 贝尔法斯特呢，花了2年的时间打造而成的哦。那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博物馆呢，就是在事件100周年纪念的时候呢开幕的，为了就是要让我们更加了解这艘大船的新建还有设计，而不是什么呢？有砖？不是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进去加烂加烂，好不好？纪念馆由9个独具特色的展馆组成，通过音频、特效和 3D 技术解密这项工程的故事。从工业时期的贝尔法斯特背景，一直到铁达尼号沉船的所在位置，让游客从多方位全面认识这一项传奇。非常不舍亡。